圆圆满满的，顺顺利利的。什么是孝啊？顺从老人心愿就是孝啊，是不是啊？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孝儿，孝儿媳妇啊！知道妈妈在这块工作有多难呢、啊？你说是不是？来的这些个道友，哪个不是带着一片真心、一片爱心来做的呀？你说，你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呀！啊，弥陀佛，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最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我心，哎呀，我一回头一看是丹童，我看你挺那个，挺和挺那个和蔼的，没眉毛没立起来，我就敢过来打个电话。你知道你妈在这儿工作多难呢，给我们吓得谁也不敢吱声啊！你妈说的撤，我们夹包就跑了。哎呀，我就是那个想法不一样，观念不一样。你说，你看看你大姨今天的这个情况，谁看着不欢喜？什么是孝啊？不是你给他多少钱是孝，不是你给他吃多少好东西是孝，孝的是老人喜欢的事情，尽量去做，顺着就为孝，是不是啊？对我希望丹童啊，丹童和杨艳美啊，你们母亲也有这一天的时候，人活百岁终有。然后我妈说了，她说啥我就怎么。如果你妈妈到玉知识字在往生的时候，丹童孝不孝就看你那一下子了啊。什么谁做主，儿子做主，是不是？如果你妈妈玉知识字往生的时候，希望你们两个能够站出来，满你妈的心愿，可别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阿弥陀佛。喜送姐姐回家，亲爱的姐姐，尊敬的刘素清大菩萨，恭喜您回家了。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佛门的喜庆之日。为什么这样说呢？有迹为证。亭亭玉立一红莲，功德圆满回家园，小妹盛装来相送，喜贺佛国佛佑天。另一首是七宝池内生莲花，八功德水浇灌它，莲花上面结莲子，
西方归位佛菩萨，姐姐总结您的一生，用三句话可以概括：受了一辈子气，吃了一辈子亏，遭了一辈子罪。这就是您一生真实写照，也正是这些苦难成就了您的忍辱波罗蜜。记得2003年，您曾经告诉我四句话，是这样说的：人家说你一笨鸟，笨鸟笨鸟，好好好，笨鸟腹中藏奥妙，凡夫俗子怎知道？现在这个谜底可以揭开了，那就是一位大菩萨世间来表法，演得太真实，众生不识他。您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清清白白来做人，规规矩矩走正路，与人为善己自善，西方极乐是归途。默默无闻一小草，小草奥妙谁知晓，任凭风吹和雨打，冬去春来不折腰。一生受尽屈和辱，千锤百炼磨成佛，今朝圆满回家去，再返娑婆度众生。菩萨菩萨菩萨，表法表法表法，圆满圆满圆满，回家回家回家。您带着使命来到人间，救苦救难非等闲，视现病痛娑婆苦，祈盼众生弥陀返。您不辱佛使命，不负师之托，您是佛陀好弟子，您是师父好学生，您是众生的好榜样。这一次随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无量无边，真是太殊胜了，感恩您大菩萨。11月7日，我去看望我的老师，中午到您那里去吃饭，发现您有点瘦了。我说：“老菩萨，怎么瘦了？要回家了吧？”您爽朗地笑了，说：“快了，快了。”第二天，我得到一首偈子，是这样说的：“姐姐驾鹤西归去，上品上生见弥陀。”姐是妹的好榜样，妹妹坐骑送姐行，姐姐先行回家转，妹妹后面紧跟随，双双回归极乐土，再返娑婆度群盟。电话里我给您读了一遍，电话两边我们俩开怀大笑，这真是笑谈生与死，恰似唠家常，若是不看破，怎能这潇洒？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大丈夫？姐姐，您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2005年，您就回归极乐了。您道驾慈航，又表法7年。现在您的使命完成了，又有新的使命在等着您。不久的将来您就会再来的，快点回来呀，众生需要您。您的联位对联是这样的，上联是一句佛号暗合道庙，下联是老实念佛圆成佛道，横批是上品上生，这也是表法度众生的。两个对联是告诉众生您是念佛成佛的，横批上品上生是您往生的品位。姐姐呀，末法众生刚强难化，真是可怜悯者，太苦太苦了，要救拔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把纯美的甘露遍洒，
让一切苦难众生接受法义，在法语浇灌下，让虚空法界尽开菩提花。我待观音洒甘露，观音甘露遍宇宙，法语妙花遍天下，法界众生都受益。不用开光，光自开，谁能为佛把光开？本来颠倒，本末颠倒多少载，今朝明理改过来。西方极乐是我家，家爱我来，我爱家。弥陀慈父招手笑，呼唤孩儿快回家，回家吧，回家。小妹刘素云顶礼。刘素清大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连有几天来以真诚心礼佛念佛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刘素清大菩萨生生世世父母师长历代宗亲六亲眷属冤亲债主三代九祖以及宿世和今生所伤所害所恼故杀误杀错杀一切生灵障类和一切有缘众生，愿你们早日听经闻法悟道，念佛快快得解脱，破迷开悟，明心见性，离苦得乐，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顿开佛慧，重返娑婆，救度众生。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刘素清大菩萨现世的家亲眷属、儿女子孙、邻里乡党、亲朋好友，愿你们身体康健，听闻正法，信佛、念佛、做佛，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求生净土，圆成佛道。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刘素清大菩萨本人，愿他往生极乐，上品上生，速返娑婆，救度众生。愿将我等众莲友几天来礼佛念佛的功德回向给大慈大悲大愿大力接引导师阿弥陀佛，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愿以此功德回向给世界和平，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
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宠德兴仁，务修礼让，国家昌盛，人民富强，众生安乐，愿风灾、火灾、水灾、地震、黑洞，一切灾难消除，一切冤业得以化解。愿以此功德回向给世界弘法的法师大德们，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挽救劫难。愿以此功德回向给龙天护法、十方护法善神，回向给韦陀尊天菩萨、伽蓝圣众菩萨，回向给哈尔滨这一方城隍土地菩萨和来自本道场屋前屋后一切护法善神，你们护持本道场，让刘素清大菩萨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功德无量，我们感恩你们。阿弥陀佛。最后回向给来自本道场所有众莲友、生生世世父母师长、历代宗亲、六亲眷属、冤亲债主、三代九祖以及宿世和今生所伤所害所恼、故杀误杀错杀一切生灵障类，一切不同层次空间的有缘众生、四生九有、十类孤魂、堕胎水婴灵、妙音小宝宝和地狱苦海的一切众生，愿你们听闻、听经闻法悟道，早脱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登莲台，顿开佛慧，证得佛果，速返娑婆，救度众生，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Yeah.
下面咱们答谢开始。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各位大菩萨们，大家好。大家能够在百忙当中参加刘素清老人的佛教往生葬礼，我和家属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诚挚的谢意。阿弥陀佛。老人家走了，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跟着西方三圣清净大海共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升，花开见佛，将来呢保驾慈航，辅助有情。愿我们的大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保佑他的儿女，保佑他的亲人，保佑我们在座的每位领导、来宾、亲戚、朋友，以及各位最辛苦的佛友们，身体健康，家宅平安，一切如意。下面呢，大菩萨老人的大姑爷给大家答谢。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亲朋好友，各位远道而来的居士们，我仅代表我们的家属对你们的到来，对你们的劳累帮忙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下面由大菩萨老人的四女儿给大家答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各位莲友今天来为我母亲送行，当下即是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一位佛菩萨归位了，他是为了救度微尘刹土中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虽然在人世间这个娑婆世界中缺少了一位慈母，但是在虚空法界却多了一位救苦救难的佛菩萨。在此我们再次感恩各位莲友。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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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时间也没有跟大家见面，身不由己，这就是名人效应，就得猫着藏着，没办法，不是不想念大家，真想念大家。是我姐姐往生这个缘分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见面。刚才我看有很多同修扭着头回来瞅我，我跟旁边的朋友说，我说你看大家扭着头瞅我太累了，我干脆绕场一周让他们看看清楚小宋是哭不惊前两天你看表现得那么坚强，张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就刚才让讲两句还讲哭了，没装起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因为既然大家来参加我姐姐这个往生活动，我就想把真实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认为说刘老师是不是又在给我们讲神话，那我这个神话我非给你们讲不可，因为他又一次亲身经历了。我姐姐是个什么姻缘我心里是明白的，是这个月的7号我来看我的老师，我老师身体不好，中午吧我说不能麻烦我老师，我说上大姐那蹭饭去，我和刁就是大爷我们三个一起来的，一打电话呢说老四在家，我说正好那就上那儿蹭饭去吧，我们中午就上那儿。我一进屋我一看我姐有点健瘦，哎我说老菩萨怎么瘦了呢，是不是快回家了，我姐就说快了快了。这就是我7号和我姐姐对话。到8号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姐往生了，也往生的日子了。8号那天给我的日子是还有1个月，就1个月之内往生。那就应该是下个月7、8号左右吧。
结果一个特殊的因缘，使我姐，咱们用一个名词来说，提速了。怎么提的速呢？那这也是缘分。锦州有一个40岁的男同修，癌症晚期。前段时间我和大云曾经上锦州去看他，结果现在走不了，就是放不下，年龄太轻，40岁，跟我通电话说刘姨怎么办？我想去，我说你没想去，你这个想是假的，你还是放不下，放不下我那个财产呢，我那个车呀，我那个房子等等等等。我说你不是还要打官司呢吗？那你说你要放下了，你打什么官司？就这样呢，每一次通电话我都鼓励他，我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你份儿，你一定去。那天来电话的时候呢，我一想，你看我姐是癌症，那骨癌是所有癌症里最疼的，我这个同修呢也是癌症，全身扩散的，他毕竟是比较年轻的，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说干脆那样，我说建志，他叫刘建志，我说建志，我把我姐的电话号给你，你跟你大姨通个电话，你大姨是癌症，现在大概离回家不太远了，你看看老太太是什么心态。然后我就把电话给他了，他和我姐姐通电话谈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天正好咱们平房有通宵带我姐呢，就电话里我姐就跟他说，就告诉他说你一定会西方极乐世界，说我要回家我一定把你带回去。这个小刘吧就坚定信心了，告诉我，我大刘一说了，他回极乐世界把我带回去。我说你大姨说话是算数的，就是这样。结果就在应该说4天前吧，我跟我姐说，我说姐呀，那个小刘啊打电话说，我见个阿弥陀佛了，我没跟他回去。我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刘大姨说要领我呀，那我还没见着我刘大姨呢，见着阿弥陀佛没走，就等着那刘大姨来接的。我就跟我姐说，我说怎么办？我姐说那咱们赶快提速，赶快提速。所以说佛菩萨力量的加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准确的知道我姐往生的时间就是年月日几点钟，这个是绝对准确的，一分一秒都不差。我就在知道这个日子以后，奇怪的是我就记了一首诗，不是我写的啊，我没那水平，我记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送我姐回家，送我姐往生。我一看这别人也肯定不理解，我跟我姐直接说，一打电话我说姐，我送你回家的诗都出来了。我姐说是吗？你给我念念。我就在电话里把那首诗给我姐念了。那个首诗的开头就是就是姐姐要回家了的意思吧。姐姐驾鹤西归去，上品上生见弥陀。姐是妹的好榜样。完下面还有几句，最后一句就是再晚说和杜群王，一共好像是8句吧。你现在让我说我就说不出来了。我在电话里给我姐念了，我在电话的这一头，我姐在电话的那一头，我们两个人开怀大笑。你说什么是真信佛，什么是假信佛？现在有多少人对这个死字有透彻的了解了？但是我和我姐，我们现在谈起生和死，就像唠家常一样，特别自在。那种自在还带着一种愉悦，可能很多同学都不理解。那一个人面临着要死了，怎么还愉悦还喜悦呢？这就是佛法奥妙无穷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为了证明这个事儿，我就把这个日子啊写了一个就这么大的小纸条，我一直在兜里揣着。我就想如果我姐姐往生了，我说找个纸找个笔，我知道我把我姐往生的日子写出来，那是先有事实我后写这个东西，那是不生效的，那
那人已经死了，你那谁都知道了，那谁都可以写个小条子，是不是这样？我是先写了个小条子搁这儿，我就要给他做个证明，这个东西不是我现写出来的，而是我在之前几天我就写了。这个我跟我姐说，我说姐，我有个密码。我姐说什么密码？我说12021121212，听明白没有？2012是年，11是月，21是日子，12是点，中午12点，就这么一个密码。完了，我就递过我姐看，我姐说，我姐点点头说，对。我姐知道的往生日期和我知道的往生日期完全吻合，但是我俩互相从来没沟通过。要回家是肯定的知道，但是我知道日子我没跟我姐说，我姐知道日子也没跟我说，难道这是巧合吗？真的不是巧合。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倔强的人，一般的没有事实想说服我不太容易，因为我姐都说我是老倔头，我叫老街头子。就是这样，就是这些年来一件件一桩桩实事儿，他让我不得不信服佛法真是威力无穷，奥妙无穷。人生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真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日子，我跟谁说没法说，我姐这几个孩子有信佛的，有不信佛的，有刚入门的，还有没入门的，你说怎么办？如果我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老姨给你们开会，你妈哪天哪天往生，那人家孩子想，这啥老姨呀？你说我妈和那么精神，那我妈就要死了。你看我姐，我不说吗？我回去一看，她这哪像要死的人呢？那根本不是这么事儿。你看刚才我姐夫说的，他都不相信。你说如果在那个时候我要给孩子们召开会，他不理解，那他对佛法会有一些误解。所以没办法，我就想事情之后我再给他们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到那个时候他信也好不信也好，那就看他们的因缘。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我姐这次往生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跟她一起归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用数量是计算不出来的。你比如说今天这个火化，今天在这个火葬场火化的一个不落，全往生极乐世界了。刚才那个骨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往前挤，我知道咱们还是找这个像，看他有没有骨灰，有没有舍利，你们是不是关心的这个？你看我无动于衷，我站在那个骨灰盘前，我只是给孩子们装个胆儿，因为孩子们很少见这场面，我就搁那站着而已。因为这之前我已经我姐姐告诉我了，说舍利千千万，凡夫看不见，不着这个像，好好念佛吧。我其实我还跟我姐说，我说姐呀，那你说怎么办？众生他就着这个相啊。我说我经历几次，赶快跑到那个牌牌前去看有没有舍利。我姐就笑了，她说是这样的，是着这个相。我待那会儿我不就走了吗？实际我也看不着什么。我完了，刚才我来的时候，张秋老师给我一个小包啊，告诉我是谁呢？是谁呢？哎呀，大姐真了不起呀，真是活佛呀。她说她练出来的不是舍利子，是金刚砂。是金刚砂。说实在的，我也没见过金刚砂是什么样。如果是，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对这个我还是告诉大家，不要着这个相。往生西方极乐是真的。如果说我姐给大家留下来什么舍利啊，什么金刚砂呀，实际就告诉大家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不是因为有这个就往生极乐世界了，一直实质分秒不差，有几个能做到？所以我昨天吧，我跟有个佛友说了一句，
我说我姐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万里挑一。完了，那个佛友说十万个也挑不出来一个。所以大家能参加我姐姐这个往生，说实在的，你们的慧根福报真是太深了。你让我说什么感谢话？我不会说感谢话，咱就实实在在的。如果在座的各位能够通过这件事情，我姐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给大家做出好榜样。我祝我的莲友们个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